是中华文化的至美瑰宝，是先贤思想精髓的无价遗产。在新的时代，我们该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？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万丈人在天涯。借音乐的翅膀，让诗在旋律中飞舞成歌，让传统文化以全新的表达形式回应时代的邀约。我把明日歌唱给你们听，把这首《将进酒》唱给你听，来书秋诗给你听，我把《望月怀远》唱给你听，我们把《登鹳雀楼》唱给你听，我要把《地风波》唱给你听，我把《咏鹅》唱给你听，我把励志经典唱给你听。中国首档大型诗词文化音乐节目，经典永流传，贺诗以歌，让经典再度流行。